春日婚宴，六酒一杯歌一片，再拜陈三元，一愿郎君千岁，二愿妾身常健，三愿如同梁上燕，岁岁长相见。新郎新娘到，人哋嘅新婚宴宴，你就形单只影，叫咗你唔好嚟啦。乜理得我啫？我系要嚟。一拜天地，二拜高堂，夫妻交拜。金枝玉叶，你已经几乎成熟，个伤口仲好似新嘅添。你到底系边个？事不妙啊！有个蒙面人将呢样嘢送我入宫。王儿嘅指环，王儿出事。蒙面人现今身在何处？佢好快就翻墙走咗，仲话指定要交俾包大人。事到如今，只系包唔住火啦。冇错，新娘确实唔系公主。昨晚公主留书出走，不辞而别，本王已经派人去追。但系至今都未有消息，喺咁嘅情况下，只能够揾侍女嚟顶包。佢手上嘅伤痕是否曾遭毒打？箭皮失职，冇好好睇住公主。如果公主有乜嘢闪失嘅话，你一定要同佢陪葬。一嚟，就系押入天牢。大王，大王饶命！大王饶命！饶命！唔好啊！佢同包大人拜过堂，就已经系包夫人。大王，如果你要杀佢嘅话，岂不是你要包大人未洞房先丧偶？呢啲咁嘅贱婢，何德何能做包夫人啊？就算佢唔做包夫人，佢都可以继续做侍婢服侍包大人噶。总之，佢哋拜过堂，名分已定，生系包家人，死系包家鬼。收声，大王。当务之急是找出公主的下落，请大王网开一面，赦免侍女。好，咁就交由你处置啦。而家王儿身临险境，望包大人大力相助。大王请放心，班凶徒系冲住我而嚟，包拯必定全力以赴，将此事查个水落石出。呢度就系公主嘅寝宫。至於公主為咩出走，奴婢真係唔知啊！奴婢前奴婢後，你有名有姓噶。奴婢叫做紀念念。公主婚前出走，分明就係唔想嫁俾包大人。我包大人官拜三品，端安如臣，加上皇上賜婚，點會唔想嫁先得？咁都要兩情相悦先得噶。除非公主另有情人。邊個咁夠膽做奸夫？公主金枝玉葉，等下唔會輕易離宮。平日所見都係侍衛同埋太監。六陽衣外曉寒卿，紅杏枝頭春意濫，係盛開中之杏花。念念，一幅畫出自誰人手筆？係宮中畫師。仲提咗李二山嘅詩，李二山自傷心平，用詞最為凄美。呢一個杏林所在何處？係皇宮以北嘅清風山。有水跡，枕前女共佳倩玉，隔過窗兒滴到明。會唔會係眼淚沾濕啊？公主最近是否喜歡做針子？冇錯，公主最近閉寢磨餐，整咗個香囊，仲帶埋酒。
宝剑赠侠士，香囊赠情郎。公主倾情于华氏，同佢远走高飞，藏身于清风山。